是这种口罩，那个口罩就是迪瑞他们做的。是食品群的，食品群的。那我们可以给我们看，要跟大家讲吗？
我们用数位科技制作一个 MQTT 的伺服器，数在 Apple 的 AirTag 有使用到。那我们拖鞋改变后面所研发出来的手环及那个 App， 这个 App 及时的观看你当中目前的动态。被打出的气被抽回，所以对，好，那可是有几点要注意的，比如说实用性上面，不管是移的问题，可能要考虑，或许是一个可以拆解的伤感，或是说他说弄错了，大家讲的就在纳闷，从我讲，大家弄错了，对。所以那个大的，为什么从来没有抓过？怎么没有办法开板那么大？因为变身老师，他那个方面，把它完成方面整体化碳，包括农业，就是你们怎么样分配这些工作的？完成方面，其实不是你，他快板是每个人自己画，然后自己做。哦，你是负责这一。要重新买假人头，我的零用钱都快花光了。对啊，每次老师快速教你们可以学美发又可以省钱的好工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就有了这颗多功能教具的想法。这颗人头不仅可以减少美发的时间，还可以减少36年工业上下的过程。这里是黄金点，通过实际模拟后，能让我更了解基准点的位置哦。还有啊，行政教学。36.0点集合，在同个画面中完整呈现当地的特色景点。好，然后我们是以接下来介绍的是西奈狗重点国宴季嘉义表演艺术中心，和画湖面上布满了碧翠玉立的荷叶与红景，一展金城间。两飞季南投河湾上的杜鹃花，散花在瀑布谷，著名的阿里山小火车，不知景致旁山景购物中心，吸引游客的著名美食。长期观察那个水草，四研究方法，一培养具消化系统的水草开放抵制率，然后近日送往检测，然后进行一周后的培菌结果。新的水草在种植有机性的水草在陶瓷沙中，这是我们设缸完成后的示意图。三公升至五动力水草生态缸的最佳收容载量5个1，第二大组为水草各4，收各2，第三大组为。比较大小容。那你觉得总结一下，现在台湾的国高中分析？我觉得几乎在考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去在未来迷茫。哦，所以时间点就是在选择念高中或高职的那个阶段。对。360什么主题？为什么选择黄色系列？因为黄色有活泼那种氛围在，我们的桌游就是希望给对方这种感觉。黄色也有警告的意思，黄灯。做之后会，以前会有，但我们就是只要有遇到问题，我们就仔细看那个卡住的地方，或者是用使用我们手机的慢动作，来去慢慢拍出我们怎样会有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在几分钟还是会有点几率这样。
因为他们是运转化，像你单独过去，它速度其实都不太一样，像一船。请教教授，刚刚老师问的问题是稳定性问题，弹性，包括你们的成本更低嘛？对，可是有一些优势在。那我觉得刚刚老师可以把那个支撑当成是门板，用门板当支撑。那也许你可以再延伸你的尺寸。每天在侧边拉出来就当支撑。对对对，就是刚刚老师刚刚说的，他都可以做。对对对。把门开在侧边，然后就门开出来那个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小小建议啊。所以假设啦，就是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哎，你这个亲子比赛漂亮结构，就它在里头就已经碎裂了，就是还是在这里。它如果在里面碎裂的话，但是我们这城市已达成驱动装置，电子档的绘制，转档过后，我们利用实习教室的 3D 印表机。因为我们可能遇到尺寸过大或过小，无法让本产品伺服马达。速干区电路接外侧尺寸进行支配，内部我们增设了充电式锂电池，让本产品成为独立的装置。第一面是我们在四方增设小孔球，让其变成这样。账号有钱？不用。背后的特性跟属性，我觉得还可以再多做一些规的部分，我会觉得有点单薄。因为光在提，在就是对素材的叙述性。他好像看起来是老师，还不错，可以送礼物。时下最夯的声音数位媒体播放器。有订阅功能，可以自由下载，也可以番茄收课为发现，在上课过程中发现导览方式不断改变，导览人员提供深度的讲解，课仅能走马看花，实属可行。没错，且善用网络科技时代已来临，根据2019一个聪明的选择。我也知道台南建成将近400年，历史底蕴深厚，大部分异国多元风貌建筑，促使我们更加想了解圆环的起源。他们在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去哪里寻求帮助？而这也是我们值得参加制作专题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好的发挥。破裂时，记录所能承受的客数。由下述3张雷达图，我们可以发现。做过这样子的实验吗？有用，就是一个外形差的比较多的。他又想玩，我就设计一个 app， 它可以定时啊。那现在变成好像反过来是我反而就更是，就可以直接主人来压，就是让主人跟宠物进行互动。但那是疫情前。好，那疫情发生的时候，它对你们在设计这个上面会不会有改变？就疫情后，希望我们可以带狗狗去玩的时候，可以带出门的用具，然后就是可以消气、睡觉，然后平常也在那边抓爪子、然后就放在床旁边之类的。因为假设你们都有黄色，可是其实我在里面看到好几个黄，不同的黄，那你们的色感计划是什么？其实如果一定要考到我们要的颜色，可能价钱就会 double。所以就是调一个颜色会增加。当我们问的半天，就是像的比如说长短啊，材质不同，它产生声音的变化，这部分就有。你的智能芯片在哪？你在这张图，你的智能芯片那个方方的是？你说的。你的热管上面是有芯片，是不是这样？对原来的散热效果可能比你这样被你改装过的引擎可以看出来，对，就用你们做的这个杯子去，对，还有很多关于后续的要结合性。
工因为有那个人展现出你现在的技术，其实你那个 LED 值一点零一一 ppm 加零三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做的 LED 值比你还高。我们助理，那做出来怎么样？先测你的现在的。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父母比较不能掏钱买这个。Gradually disappearing. We also went to Saisiat Basta Ai. We danced with them and listened to their chants, experienced their chants. How might we use the modern technology to preserve the culture? It carries the indigenous spirit and history originally. So we want both locals and foreigners to feel welcome to our hometown. We only need to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and exercise into your right position. Next, another one.这技术填充洗碗机的空间，如此一来你塞头不见，洗碗机全部滴到海绵上都不怕浪费哦。好啦，就算需要只用十泵，如果你真的全部滴到海绵上，你再把它挤回上面的容器，就不会有浪费的问题了哦。它会有漏水的问题，没办法带出门。还好啊，我们学校有上课这门课程，上掉我学习的有关的。其实吃这个蛮健康的，它热量不会太高。哦，那我本身是觉得，其实180克，我们的问卷是去问谁？是去健身房问吗？哦，去健身房，所以你们有锁定健身房？我们有分为一般民众跟健身房。哦，那一般民众的耗量太大，可是相对的氯化钾只需要一点点，所以我们最后使用率。温度上升产生的电压会越高，所以这是因为温度的上升会使硫酸铜解度变大。那我们的三多策略是主打多功能、多组合与多便利性，具有刷脸辨识，会不同情况采用 CDN 策略。总没有存总，现在台湾的没有存总，是算是涨价，就是涨价，不是涨价。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好不好？谢谢评审的建议。那我们观察到，我们是做这么多配比是为了要观察说它可不可行。那我们观察到，其实 is because we want to compare supermarkets but not hypermarkets. Now supermarkets to buy the necessities from foods lighter, right? How could you do that? With the help of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we learned the skills of knowledge about business is limited. After this, because our philosophy is a tie-up for the world, so what kinds of peopl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Because I think there are people who ダメダメダメよダメなのよ。敬語ができないなら立派な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です。このカードゲーム的售价是350元，比日售8条相比比较亲近的消费者，并且给予好评。在回购时可享有9折的优惠，从定价高做出来产品在我们选之前找不到更大的竞争力。使用在地食材取代人工。像来讲地瓜日本也有，抹茶日本也有，芋头日本也有，所以它跟日本的在这些食，就是当然芭蕉饼，你说同学家里自己哦 OK 妈妈也在做吗？做农田啊，这些食材都有，做实验啊。OK 因为老师刚刚问说妈妈有没有地瓜薯条跟芭蕉饼。OK， 我了解了，我了解。可以三天连在家里吃哈，都会过期。对哈，这里面那个红色跟绿色在规划里面的基础。好，那发展出来以后，有没有发现？反应速率是测它完全反应的话的一个速率。
绍第一个去的时候，他是就刚开始买粽子的时候，一直看他这个开始变，一直变到消失以后这个时间。是啊，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说，就是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它主要是在现在两个卫生间都可以用，那个吗？可是你在这边拿住。We think our product and another is like this. Its design. Its design is feel attractive and feel exciting about it.可是创作本身常常也是要这样子，我为什么而这样做？我不同意过往，所以设计本身也是设计出来的应用的东西都不明。现在做的是当然比较整个完整，它可以有不同的嘛，对，更多的灵活。对，那或者是它是会变成是一个手机模式的那个可以连接。对，可以做一个连接。那这样子，我们系统还是会去侦测说你有没有真的佩戴上口罩。如果是没有佩戴上口罩，你是人力的成本。OK， 我们现在有 demo 一下，看到哈，现在已到人数是零人。听他们交谈的地方，那我们会客室往右看，可以看到徐老师的作品柜，里面摆满了。我们回到我们庭院之后，我们往左走，可以进到徐老师的工作室，而这个工作室呢，就是讨论工作坊以及徐老师在我们上打响名声。我们也同步分享到需要，但由于 Web 里可放的素材不多，内容也不够丰富。No, I will come back. Sometimes problems may be tough, arguments to stop. In the end, it will be alright, cause family have love.
因为今天你们的桌游不是说哦就玩进去像一般的卡呢，是由凉寒色调转至温暖的色调，代表着他们从都市回到大自然的喜悦。你们有从中感受到喜悦了吗？有啊有啊，中心色薰衣草森林象征着他们对家乡的憧憬、思念以及向往哦。哇，好有特色哦！那他们是一家人吗？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哦。我们参考园区内的动物呢，绘制出六只角色。一名工地主任，而这位叫做杰夫，他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他们两个是兄弟哦。故事人呢，快点去跟我们听啦！好啊，好啊，你们别急，我现在就讲给你们听哦。哎，家里的灯怎么是亮着的啊？先带来减速活动。在2020年，因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使得消费者因卫生安全问题考虑市场存在可行性优势，一推广环境相近，减少环境阻碍损害，废弃可尔加克。新记者高妈版麦当劳报告，第四章节，重点是麦当劳报告后台管理系统。但是仔细想想，其实有很多东西啦，有很多，所以我们又在人去找啊。那浴缸嘛，在这实验过程中跑到浴缸里面，太浪费了。我们就刷，这颜色颜色是可以洗的，尺寸是刚好可以，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直接用。那第一。温度，巧克力的温度不可超过50度，否则会有水分离。第二，搅拌与反复调温，同一方法，你们的巧克力有几种口味啊？我们的巧克力分别为三杯鸡、咸酥鸡、面线羹、卤肉饭、蚵仔煎。10分钟即可，需注意假皮的边缘要薄透，这样即可。最后一次说，我爱你。要全湿是中国人传记，每年约有10000多人毕业于美容美发相关科系。对于已经拥有审美的负担，面对至亲的离开，极度的悲伤席卷了家人。活着的时间，有空要多跟您所爱的人说。他会大大降低他的，但是刚你们有讲，那一般来讲。一般对往生者，有时候家属都会觉得比较省的。结合到外面的师傅来替我们上冲一颗新鲜的可可果，制作成巧克力。但是我们发现师傅都没有使用到可可加果。各位评审好，我们是第十组，接下来是我们的报告。哇，你有没有朝圣的地点、买家？还有这个小斗笠，这是我小时候住在越南，我外婆亲手织给我的哦。这是什么啊？有人知道吗？这有咖啡的香气，找咖啡芝麻的相关料理，并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接受的。非凡的东西当然要有非凡的名字啊，那就叫做非凡之面。载重的东西可能对你的电子，当然或许你会说到时候可能就是不用选电子的，不然以你现在的计算来说，你当时会叫载具，你有思考说以后你是怎么样载什么东西，还是说？因为
讲载具呢、啊，无人载具嘛，所以、哦、所以不一定是载重机的，公开不是公开，就是像各国在研发这种无人。初烧是800度，然后最后上釉，釉烧是1230度。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因为有上了一层釉，必须让它可以融化敷在表面上，可以制造出一些流动的效果，然后会。因为要出圈，有没有办法两面都有加到？对，
欢迎出版的日子，今日来去一个省，好哪里？嘿，面皮路。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还有个树林里，树林里有丰富的农特产，有丝木鱼、洋香瓜，更清楚看到七股树林的意思。哈哈哈，我是这成功这一句话，才有了今天的专题名称。那这个食木计划在做饼干出了，好吃、好玩又富有文化意义，人。希望建立小朋友与家乡的连结。然后说，在台北市还要花哪些？